Hello， 大家好，多谢大家又嚟睇我开箱啊！今次我又买咗咩袋呢？一齐睇下。大家估唔估到呢个系乜嘢袋呢？咁其实呢个袋咧，之前都曾经出现过喺我开箱片入边嘅啦。不过我就将之前嗰个袋换咗另外一个颜色翻嚟。大家一起看看究竟我换了个什么色回来、就是我最喜欢的奶色白了。因为其实我一直个心都是很喜欢奶色白啦，只不过就在专门店那里真的没办法等到奶色白的出现了。于是当时我就将个 8F 买了回家先啦，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发现其实自己最喜欢的都是白色这个颜色啦，所以我就将它变换了回来啦。我之前买的 8F 石器灰呢，就是旧版的 Mini Constance 来的。而在上年 Constance 就做了一个改版，就是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在袋的入面呢，就多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在这个细格入面呢，多了一块细的镜子。而这块镜呢，其实就是新版 Constance 的一个特别之处啦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块细镜上面呢，都有 MS 这个名字的雕刻在这里的。而这块镜放在哪里呢？其实它的内格大致上都一样啦，它就将前面的这个夹层分了两格，而那块细镜呢，就放在细的这一格里了。其他的间隔呢，大致上都是一样的。而大一个 size 的 Constance 24都有进行改版，而它的改动可能就比较多一点了。它都一样有一块镜仔在里面，而它本身的间隔跟 Mini Constance 一样呢，都是有前后两层的。但是呢，现在改了版之后呢，就变了单层薄了一点了。这个就是我最近入手的奶色白 Mini Constance 了。不知道你们又喜不喜欢这个袋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聊天的。还要记得 like, shar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下次我有开箱片再跟大家聊天。拜拜。